女生这几个反应代表你没戏了。你们是不是都很担心自己追这个女生到底有没有戏呢？又不能直接开口问女生，就很纠结呀。其实你看女生平时对你的态度是怎样的，就大可知道了。今天秋妹就来教你们分辨怎么知道你追一个女生到底有没有戏。第一，如果女生主动找你没有超过5次，那她一定不喜欢你，因为喜欢你的女生，只要你主动了一次，她就会频繁的向你主动，没有例外。第二，连续邀约女生2次遭到拒绝，她总会找一些不重要的借口来拒绝你。这个呢，虽然不排除你以后会成功把她约出来，但是也可以看出你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。如果你硬要填，那我也没话说。三，如果你成功的约出了女生，你瞅一眼她的眼妆和耳环等首饰，如果她有认真的捯饬自己了，那你的机会很大，说明你在她心目中起码是有一定分量的，可以继续尝试。如果她只是踩了个人字拖就出来了，那秋秋这边建议你和她先拜个把子。Nice. 喜欢一个人其实是能感觉到出来的，如果你没能感觉到，那就说明她不够爱你，或者是她根本就没爱过你。喜欢一个人呢，是能感觉到出来的。如果你感觉不到，那说明他还不够喜欢你，或者是他压根就不喜欢你。别老是抱怨自己找不到女朋友，总觉得自己啊魅力不够。如果你有这样的疑惑，那秋妹给你的建议就是提升你自己，把自己个人和圈子质量拉高，再加上一些恋爱技巧加持，这样呢，你的脱单率啊会提高到90%。我这里有办法可以提升你的个人魅力值，私聊我秋秋，我这里有一份提升自我的技巧，让女生啊妥妥的被你吸引住，只想靠近。